的广场。请问我们今年的流水派对的主视觉色系是什么色？金色。恭喜答对。1、2、3。耶、yeah! 欸！正中间黑色的大哥，哦，阿古两个总裁部那票。请问和富酒庄成立于哪一个国家？1、2、3。澳洲。恭喜答对了。这你喜欢的酒是哪一款？灰牌哈，那请、大家一起喝这一支，把它喝光。哦，谢谢。我们的和富酒庄成立于西元几年？我们三二一起讲，1、2、3。1966。恭喜答对了。